对啊，这东西他在年前就跟我说了，你现在不脱，就是年后就会掉。哦，来，兄弟们，今天抖音的朋友有来，估一台2016年的 G300，我们记得没错的话，车主在里面。我们抖音的朋友哈，对，看抖音，看抖音来的。对对对对，你好你好。不然先聊一下价格好了，好，有没有一个区间的一个概念？有一个区间哦，我有年前有给人家估过了。嗯。对啊，他就原本年前就想脱手，然后想说过完年再脱手。哦，所以最近可以卖了。对，原本就想卖，因为没有什么用到，没有什么开啊。对啊，该修的都修完了，都整理好了。嗯、大保养花10几万而已。我先谢谢你了，先谢谢你。我连线路全部换新的、啊，因为之前就是会亮灯，所以找不到原因。怎么样的线路？可能多加保杆的防撞系统，它都一直亮那个防撞系统。哦，是啊。对，抓不到原因啊，就它全部线路要换掉，就、啊、那个线路花10几万。没有，还要加保养。加保养。对，就是大保养钱，这台能换的几乎都换。那工单都有。工单都在，对对。全景柏林盲点 NG 全部都有，对对对，鱼眼灯嘛，对，里程跑多少？现在17万5，稍高了，对啊，偏高了。保养厂也是说，你如果没卖掉自己开就好，然后里程太高了。他也跟你这样讲？对啊，他说你那修都是花那个钱了，都花好了。可是换的车已经找好了，换的车目前还没有，因为还有一台啊，还有一台可以开，自己还有一台，对对，还有一台可以开。所以今天如果价钱讲的可以，可以的话，对啊，因为我车贷也差不多剩90左右啊。哦，所以理想，对 对，理想如果差没多少就可以多手啊、哦。如果80多，不要差90。对啊，不要差太远，我就自己贴一点就可以多手。毕竟也又跨一年。对，因为我知道跨一年的价钱会掉啊，就一定会掉、啊。讲话蛮公道。对啊，这东西他在年前就跟我说了，你现在不拖，就是年后就会掉。那行照借我看一下。正一六年，我把车看一看。车买多久啊？这台？满一年，那个包围跟四出你自己弄吗？对啊，尾翼这样子。对啊，好，后照镜也是啊。啊、哦。163的套件，卡梦的尾翼，19寸的夜色圈，卡梦后视镜，鱼眼头灯，63前保。上次影片底下有人留言，你有没有改763套件？现在有了吧？来，兄弟们，再来2016年的 C300，有快播，基本满配，有柏林之音，有电动椅、记忆座椅、电热椅、涡轮出风口、空气恒温、盲点、全景天窗，有呢。哦，有氛围灯呢。对啊，跟车主讲的一样啦，就差23匹双鱼眼，其他都有。哎、欸，跟我们绕一下可以吗？好，好，可以啊，可以，可以去吗？好，谢谢，好，谢谢。下集预告，这台 C300 究竟表现如何呢？请持续关注我们，关注抖音吕老板二手车，带你看遍二手车市场。